来，爸，哎，爸，哎呀，启发我了啊！是吧？哎，咱不是给赵大娘演出吗？对啊。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戏曲，咱怎么着也得分一台呀，不能就这一个节目。咱们家每人演一个节目，每人都得演。可惜你啥也不会。你听听，鼓掌的街坊邻居都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我会说相声。不是，说实话啊，这个相声啊，词儿多了我不行。嗯，哎，但是那个嗯啊，这是我会啊。哦，哎，爸，你行啊，文化馆的，我爸。对，我年轻时候说相声，我差点我就没出名，我告诉你。那所以说，咱俩合作呀，给大伙来段相声。啊啊，你来甲，我来乙，你给我捧哏，行不行？咱俩试试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来，上台鞠躬。哎呀，站在这个舞台上啊，我发现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，他有个特点。什么特点呢？大家伙非常的爱笑啊，心情舒畅。对，我发现今天的朋友们啊，特别是冲着您笑，都喜欢我。谁的儿子谁不爱啊？我揍你！我告诉你，爸。说相声呢，说相声啊，这是相声里边的相声吗？哎呦，你这相声说的把你自己逗得乐够呛了。来，往下说，来啊！再说了，我也没说错呀。怎么了？啊，你看艺术家啊，把观众朋友们都比作什么呀？衣食父母。那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呢？那没错啊。那把他们比作你妈，这不对吗？那大家就都是你奶奶呀！人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呢。你看我妈长得再丑，我不嫌弃她老人家。我们家再穷，我也得看着。哎，我打死你！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吧啊！爸，这算一个节目啊？还有啥？哎呀，不行，这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，不够吧？爸呀，爸呀，哎，就咱们家这个艺术水准啊，咱得来个压轴的。还得有个压轴的。对了，前两天我在电视上看见一个艺术形式啊，啊，小合唱。小合唱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哎，太好，我主演啊，哎，大姐啊，那个读书郎你会不会唱？我会呀。小美丽会不会？会啊。爸，你会不会？那我也会。来，咱就来这个，来这个啊。好，大姐，来，站好了。合唱，小合唱，哎呀，好嘞。来，精神点啊。嗯，来，开始。小嘛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。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。吉普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无言见爹娘。浪里个浪，里个浪，个里个浪。没有学问，我无言见爹娘。爸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个节目是我创意的吧？对呀、啊。所以说我应该是主演呢。你是主演呢？我没词儿啊。哎，我没词，我就上来我就当那个浪啊。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算这个。小米粒，哎，你干嘛？站这边，你站这边，我站这儿。啊，我得有词儿啊。大姐，你就再来一遍。来，再来一遍。站好了，盯着呢。来，开始。小嘛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。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不言见爹娘。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。没有学问，我不言见爹娘。哎哎，等会儿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不走了。我怎么还是浪里个浪啊？啊，不行，我肯定站的位置不对。这不对，我站头一个。啊，你大姐，你看那边，我是主角啊！再来一遍，开始。小不小二郎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，没有学问，我无颜见爹娘。浪里个浪。老师
吗？我呀，这么着吧，你呀、啊，我们去演出，你留在家做饭啊。我凭什么呀？我们呢？啊，不带扯里根郎的。我的妈！爸，小呀嘛，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，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刮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，没有学问，我不愿见爹娘。都不唱浪里个浪，出来。